从9月6号到9月8号，短短两天的时间，杨子11次更新微博，从机场到明洞，从光华门再到可爱咖啡店，韩国之行的点点滴滴被全程直播。除去睡觉休息的时间，平均3-4个小时就要晒一堆照片，如此好兴致，想必是游山玩水到了十分忘我的境界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